のパワーを信じて飛び込めばきっと掴めるんだ勇気の光うぬぼれるなよギャラクな願い最後の力が枯れるまでここから一歩を是我们的朋友吗？厉害啊！天端，奇迹出现了。杀奥特曼的
站起来，快站起来呀！都输了，站起来，站起来啊，王梦！天端，不要再拍了！什么？不拍了？无论如何都要全程报道，这是我的使命啊！不要再拍了！啊，伦文，藤宫，奥特曼是人类，究竟怎么回事啊？哎呦，真令人难以置信！是啊，司仪，这是真的吗？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人呢。对啊。我梦啊！不可能，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你看，你看清楚啊，那是我梦。这孩子他一直瞒着我们，你快看呐！我怎么把画面给传出去了？伦文，把事情如实的报道出来，这是我们的职责。你知道了吗？伦文，趴下！我们快走啊，公！是 EX 战斗机，是谁驾驶的？无人驾驶。是派尔。是我梦创造的智能导航器。就是现在，史丁号前进！是，史丁号前进！去救我梦口香糖吧！是，史丁飞弹发射！不行，快走啊！原来奥特曼不过是个人类呀、啊！人毕竟不是神呐，只是一个凡人，怎么可能拯救地球呢？我的天哪！他是个人，我梦。一切还没结束。那个天使一样的东西，是为打倒我们而诞生的。终极武器是个天使，看来是真的想装成神的模样啊。但是，我们却没有赢。可我们也没有输啊，我们还有光呢。这里是，啊。
哎，你醒了，气色还不错嘛。我怎么会在这里啊？佐藤啊，他说要救你，转身就冲出去了。现在只有电视可以看了，不过只有这个。炼金之心的网络也连接不上。哦，对了，腾空呢？糟了，这里被发现了！哎，在哪里？这里！来来来，快点！他们是想找出我吗？是恐惧心，还是被扭曲的正义感呢？别说了，还是快离开这里吧！快点，快点，快点，快！哎，站这边！来，快呀！来，快走，那边走，那个。哇！快呀，快点，快走！他们要找的人是我，大家往不同的方向逃。都这个地步了，当然要在一起了。放着，快快快！等等，把外套给我。什么？把外套给我！快在那儿呢！这里，这里，我在这儿呢。等等，这边，这边，这边。好了，走了，中岛，快走！快呀，这边。上车！太好了。快上车，你们也快上车吧。哎呀，我们没关系，毕竟我们是奥特曼的好朋友嘛。快呀，快走啊，快上车呀。快点，吴梦，一切靠你了，加油啊，加油啊。这儿。太阳被遮住了，地球上的生物开始受到各种影响，我们人类的希望奥特曼他已经消失了。我们人类的希望奥特曼已经消失了，难道我们只能投降了吗？难道说地球现在已经束手无策，只能够对灭亡招来体投降吗？解除嘎达的武装，全力拯救民众的生命，尽可能的多救，进入最终程序。这就是各国嘎达组织统一商讨后得出的结论吗？阳光被遮蔽，气温逐渐下降，大气含氧量也在逐步减少，除了最终程序，难道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吗？应该还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吧。这次的敌人应该是高智慧的外星生物，所以我们可以想办法跟他们谈判。指挥官，没问题吧？请你们解除武装。我拒绝。根源性灭亡体所封闭的不只是太阳光而已，还有人心。请想一下，为什么敌人只留下电视线路？他们想让人们看到奥特曼的失败，从而就失去了希望，目的是控制人心，让整个世界封闭在黑暗里。可是现在我们还有战斗力，应该是战斗的意志和身为人类的尊严。你的意思是 XIG 要违抗嘎达的命令吗？这可是造反。我们要维护的并不是嘎达这个组织，而是地球上的人类。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文文，这不是你的错，身为监制，我没有阻止你，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不，大家都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对吧？你说的对。哦，对了，腾空呢？那个时候发生的爆炸把你们两个摊开了。其实我们也找了很久了。他想让地球窒息，然后再让整个生态系统彻底毁灭啊。我们并不是为了灭亡才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请你们带我去一个地方，去腾空那里，我知道他在哪里。以前曾经有个人这么问我，他说，不论多么尖端的科学，
我们的组织和装备是为了人类之间的战争而被制造出来的。这样的我们真的有资格去保护地球吗？你是怎么回答的？当时我无法回答。答案就快要出现了。那个叫藤宫的年轻人曾经说过，我们人类从来就没有好好的珍惜过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然而地球却给予了我们生存之光。乱桥队长正在紧急赶工。还没有完成吗？什么时候才能出击啊？请让一让。你们在干什么？通讯全部中断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无法工作，可是我们不会放弃的。可是我们也想早点出击啊。就算出击也不可能把天空中的蝗虫全部消灭，但是至少自己可以死得光荣一些。你们都是这么想的吧？不是的，我们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除了能消灭部分蝗虫，说不定能够找出杀死他们的方法来。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飞的。我们是绝对不会让乱桥队长的战斗机坠毁的。当然不能坠机。没有放弃希望的人并不只有你们飞行员而已，知道吗？喂，是是。我并没有忘记要依靠多少人的努力，一架战斗机才能飞上天空。对不起了，竟然没有抑制住自己焦虑的心情。再等一下，给我四个小时就好，一定让你们坐上最优秀的战斗机，对不对啊？对。国梦，大家都在奋战呢。这个时候地球怪兽跑出来干什么呀？他也是来毁灭人类的吗？不是的。球的力量试图消灭这群蝗虫，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他们站出来了，为了保护自己所栖息的星球。球的怒吼，兽们正在跟根源性灭亡体在战斗呢。怪兽体内有核融合的反应。地球怪兽的体内有太阳。
向嘎德陆战部队下达出动命令。出动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地球上所有存在的生命，用对空防卫网支援怪兽。是，长官。地球的怪兽，那些曾经跟我们战斗过的怪兽。这种时候我竟然什么也做不了，难道我变不成奥特曼就毫无用武之地了吗？我梦腾宫。对了，麻烦继续往前开。好，没问题。我梦前面到底有什么呀？到了就知道了。向终结，紧张的高潮来了，地球能再度取回光芒吗？我来了，腾宫。我吗？下一集，盖亚奥特曼，奥特曼之心，地球，任务名称是盖亚。